欢迎收睇新闻撮要。2020年东京奥运会闭幕，香港运动员在本届奥运展示非凡实力，在五个运动项目中取得一金、两银、三铜历史佳绩。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由衷敬佩，感谢社会各界对运动员大力支持。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到香港体育学院收睇中国香港代表队运动员喺2020年东京奥运会嘅比赛，为运动员打气。香港运动员喺本届奥运取得历嚟最好成绩，林郑月娥话由衷敬佩，感谢社会各界大力支持运动员。佢赞扬本港运动员展示香港非凡实力，喺五个运动项目入面取得一金、两银、三铜嘅历史佳绩。又讚揚他們在比賽中的勇氣和毅力令人感動，多名運動員在賽事中打破香港紀錄或者創出自身最佳成績，表現令到全港市民引以為傲。林鄭月娥並且視察體院設施和計劃興建新設施大樓的用地，她說特區政府過去十幾年積極投放資源發展精英體育，包括重建體院和建設單車館，確保運動員有最好的設施進行訓練。新闻撮要报道完。